勁大雪都落咗。但我想講咧，日本真係完全冇韓國咁凍。其實我係琴日嚟到日本啦，琴日咧係韓國暴雪，我個飛機仲 delay 咗添。咁咧係凍到黐咗線。琴日我個衣著咧其實同今日差唔多，但係咧琴日係非常之凍啦。但我而家嚟到日本咧，我係覺得好温暖，好熱添啊！其實我想講。同行咧有好多人一齐嚟啊，有猫，猫都嚟咗，猫喺边啊？喺度，喺度 vlog 紧啊，佢度。呢个内陆中贯铁路咧系秋田一个非常出名嘅观光列车嚟，咁喺个列车里面咧，我哋可以欣赏秋田嘅美景啦，同埋咧喺货车里面咧可以食嘢啊，唔知系点啦。之前有听过台湾有铁路便当，唔知阵间嘅嘢食会系点咧？咁而家我哋就排紧队买飞啦，我哋要喺国馆搭到亚仁合，咁咧车费系1280蚊嘅。呢个货车咧差唔多系一个钟一班车嘅，所以咧大家如果想嚟嘅话咧，就最好 plan 定。就如果唔係咧，要等好耐啦。就係呢一部車啦，我哋陣間要搭呢個車去亞仁合。我發現咗一啲好得意嘅嘢，呢個咪就係秋田犬嘅腳印。我哋呢個就係我哋個位置，我哋入去先咯。咦，佢哋喺度派緊嘢，我唔知派咩咧。裡面原來係栗子嚟㗎，跟住原來咧呢個係 menu 嚟嘅，佢嘅第一道菜係呢個栗子啦。食栗子同呢架車已經出發啦，好甜啊，我中意啊！我中意食栗子，其實出發啦。因為咧室外同室內嘅温差太大啦，跟住所以咧裏面係會起霧啊。頭先咧車長好 sweet 咁樣咧，幫我哋抹。西明寺，大明寺呢？系第二道菜，就是一个腌植物。我第一次见到茄子会作为腌植物，味道很重。你知道为什么重吗？它叫你配这个意思。真的，这个啊，我跟猫从昨天讲到现在，翻嚟啦。肉手霜，頭先因為好懊惱，究竟點解淨係得個飯咧？原來係要配個便當嚟食嘅，日本嘅便當，好靚啊！好唔捨得食啊，美食嘅藝術。第一次食呢啲咁，係咪日本傳統嘅味道咧？媽話係，因為平時喺香港或者外國都食唔到呢啲嘅嘛，都可能食到普通嘅刺身啊、地瓜啊。但係呢啲傳統嘅便當真係第一次食，真係夠食。待って、かかってます。呢個景點會令我諗起獨雞面嘅，我要配翻個獨雞面嘅音樂先。個甜品係櫻花嘅啫喱，好少女心啊！櫻花硬過佢啫喱，世外桃源嘅感覺。它就是這個盒上面呢就有一座橋，然後它特別在這，它就會特別火車很慢慢的開我們拍照，超棒的。下面的桥比较有感觉，对，比较 feel。我们每个人打开窗，只是看这个桥。整个车程咧就啱啱个半钟啦，跟住我哋食嘢，头一阵咧就到站啦。好抵啊，我觉得差唔多2000won咧，原来个车飞系2000won，唔系2000won系2000yen，个半钟，然之后食咗一个咁丰富嘅餐，我觉得都几抵下。你而家冬天咧就会见到出面全部都系雪景啦，但系咧因为呢个列车咧系一年四季都有嘅，所以咧。春天咧就會見到好多櫻花噶咯，因為勁靚咯，到時而家到達咗亞仁合啦。好啦，咁頭先咧，我哋搭完觀光火車啦，我哋又翻返嚟國館啦。咁大家見到我後面呢度咧，係咪好靚啊？好有 feel 啊！呢度咧係一個武士嘅家庭住嘅地方嚟嘅。呢度嘅呢啲屋咧都係因為武士而出名啦。咁而家我哋咧就去緊，哇！後面有超危險。而家我哋就去緊佢哋間屋度參觀啦，就喺呢度啦，石刻家。不過咧，原來裡面係唔俾拍 video 嘅，所以咧我哋嘅 video 就要到。呢度位置啦，里面其实比我想象中细嘅，但我觉得保存得好好，因为咧呢间屋咧原来已经有200-300年历史啦，但系咧中间都冇经历过火灾
啊、地震啊、天然嘅灾害啊，间屋咧就系原封不动咁样保存到而家咯，所以我觉得都几厉害呢度。我哋英文组嘅 YouTuber， 佢哋 NG 咗好多次，其实。而家咧，我哋嚟到呢度叫做安藤洋道园啊，咁呢个地方咧就系好出名味噌同埋酱油嘅，咁我哋而家就入去睇下究竟有啲咩酱油同埋味噌啦，都有好多唔同嘅面豉同埋酱油，超多种类真系。他们这边因为都是酿造的、啊，所以它就有这个叫做甜酒，我很爱很爱喝的甜酒嘛，这个就是甜酒嘛。嗯，这个叫做 Amazake。Amazake。Amazake is like non-alcohol. It's non-alcohol, but why? But why it's called alcohol? It's like rice wine, but it's not alcohol. 米酒嘛，甜酒，甜米酒。Oh my god！ 好不像酒哦，有啲苦苦地。为什么有点红豆的味道？有点像红曲的味道。我觉得有少少似红豆加紫糯米 mix 埋嘅一个嘢饮，但系系冇酒精味嘅，几好饮啊！几好饮，几得意我觉得。哇！呢度好多嘢咧都系自由试食噶，呢度咧有啲腌植物可以试食。佢 Ivy 已经拎咗嚟食。没有没有。没有，我只有筷子。我原本要想一想广东话，但是我不会讲广东话。回来回来。阿嫂啊，真唔錯誒，因為我本身其實唔係咁中意食呢啲醃汁類嘅，但我覺得幾好食。我哋好暗添呢度。我哋而家咧嚟到呢一間餐廳食飯，呢間餐廳叫做我唔知道叫咩名啊，又係叫做國館啦，國館嘅唔知乜嘢乜嘢，我都唔知食咩，我都係跟大隊嚟嘅啫。我哋入去咯。好中意呢啲餐廳咧，佢一入到嚟咧就要除鞋先。其實韓國都係咁啊。我想講咧，日本嘅啲餐廳咧喺下面都有呢啲空位可以俾我哋放腳噶嘛。但系咧，我都系惯咗咁样盘腿坐，很不淑女啊，他对，就有点不太淑女，可是习惯了，因为我在韩国的家也是这样子的，然后所以我现在无论坐任何的椅子，很习惯的把腿这样子盘起来。不太好，我覺得。我哋嘅嘢食出咗嚟啦，隔離住一個煲，已經滾啦。哦，嚟到秋田咧，必食嘅嘢咧就係呢個叫做 Kiritambo， 就係由米整嘅。咁樣食落去咧，好似年糕係煙煙韌韌嘅。仲有雞咧，都係秋田必食嘅嘢啦。咁我哋仲有個雞串燒、雞、年糕。这个是猫嗌的东西的好靓啊，我的奶酪秋田的。好了，现在要吃那个好像年糕那样的东西了。真的好像年糕那样的质地，但是硬一点，还有米的味道是会重一点。好了，它呢是要跟比较重味的 sauce 一起吃的比较硬。猫在烤它的牛，没错，是可以了，可以省一点了。你这个旁边的好坏你。